啊，你是这个朋友。啊，讲笑话讲到过来哦，有通笑笑，煞无通笑去啊。讲一个故事哦，今仔要讲什么都好啦。啊，今真正伊咧讲叫我讲这个艺术语言啦，讲这小故事啦。我感觉讲像今仔日听这故事哦，感觉真短啦，都三分钟就无啦。 啊，目前来我继续要讲一个啦吼，讲一个这个艺术语言吼，这个讲这个弧形甲这个啊做蜂蜜啊，这个一阵的这个弧形啊，飞去看到一个这个蜜蜂的这个蜂巢啊，因为这个蜜无人去采收啦。 所以伊就直直顶，就顶落来伫咧即个树仔头的。啊，规阵的即个弧形的，就变着讲，佫芳佫甜，哇，这真好。啊，规阵弧形的，就全甲翕落去啊啦，毋是翕伫咧边啊，伊就甲翕伫咧即个方面的即个顶悬。 啊，就伫遐大饱一餐啦，就伫遐就食饼，即私家饼，即食啦，啊，毋知影讲即个旁边哦是黏黏啦。啊，那好像当食一个饱，是讲大伙好啊，来走哦，饱咯，我煞叫人食下，煞飞袂起。啊，飞袂起免啦，就伫遐喊救人啦，啊，喊救人。 我甲别人来看来讲，啊，你都四脚好黏住，啊，阮嘛唔敢活去啊，啊，这边怎？哦，到尾啊，就比较痛苦啦。喊救人，就喊尾啊，就全再见啦。啊，这就是咧甲咱讲啦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快乐是一时的啦，这个痛苦是永久的啦。所以做啥物代志，咱就开始看卖者。 这就是讲苍蝇甲这个蜂蜜的故事啦。啊，继续我再要讲一个吼，这个农夫甲一只白虎啦。啊，这个做穑人的，做穑人都每年都是拢爱种这个青啊，种这迄落哦来野种子吼。 则有通啊来播田，来播稻啊吼，则有通收成啊。啊，伊就甲这个稻啊摇好势了后咧，伊就甲面顶甲网啊捡起来。啊，伊哩网啊捡起来咧，伫面顶有一阵的这个雀鸟啊，就飞落来。啊，雀鸟飞落来，伊就无看到网啊，就去哦，这个网啊拢总甲。 绑着啊！啊，忽然间嘞，一只白虎飞去遐过，就讲无甲看觅一个，那伊遮济七只拢伫遮创啥？逐只七只嘛叫做迄个网啊绑着，拖咧飞着飞着啦。啊，伊都甲载落看觅一个，不行，伊个脚煞叫网啊搞着，啊叫网啊搞着嘞。 哇！甲这只白虎，那你好较大只，啊，较大只，去互把它搞着，伊就拄啊把它拖咧滚江边，前了尾啊，这个脚煞断去。啊，等到一个时阵了后咧，这个做穑人，这个农夫就来啊，来要创啥？就是要来甲伊，这七只啊，甲这只白虎就甲抓起来。啊，这白虎咧，伊就甲这个农夫就伫遐哀求。 伊讲农夫啊，拜托你，啊，我是拄只过，我毋是来咧甲你食这个，我好无咧食即款物件，我是因为看到遮侪个遮个七只伫遮，所以我是要甲伊看讲是啥物证明，啊，不行煞叫网啊搞着，啊，无你嘛安尼放我安尼吼，多生一个，啊，这农夫讲袂用个啦。 我每年都是拢真辛苦吼，咧种植吼，咧做这工课。
啊，就是那建也政治的，就是互恁这鸟类哦食了了。啊，所以你今仔日你算你歹运，所以我今仔来就是，甲恁这七只较利啦，反正你都甲因做伙，甲因斗阵啊啦。所以恁这拢总嘛是要甲恁处刑啦，甲恁害死啦。啊，这个意义就是甲咱讲。咱做人的袂使甲一大阵的歹人斗阵啦，若甲一大阵的歹人斗阵的，就会受到这个惩罚啦，就袂当得到这个快乐，得到这个正爽快的幸福的日子啦。这就是这一所一言，就是拢在劝这个小朋友吼，爱安怎去行伫好的路线去吼。也伫正途去，哦，拢伫劝遮小朋友做好个。啊，搁续来哦，即马换甲讲即个，要笑哪毋笑个啦，哦。啊，若要笑个人要笑啦，啊，听到讲啊，这无啥好笑，咱就断掉莫笑。啊，无哦，讲一个句咧哦，煞无啥通讲啦。一个即个小朋友哦，叫。小美啦，头一天要去上这个幼稚园的时阵啦，因老母就甲讲啦，讲小美啊，你今仔日头一天哦，要去上这个幼稚园哦，你就袂使去荡秋千啦，袂使去海龙舟啦。啊，伊都这个小朋友也毋捌去幼稚园，都也毋捌看着啦，伊就问因老母讲，是安怎袂使荡秋千啦？伊讲哦，你若穿短裙哦，啊，佮穿迄个小内裤哦，你去荡秋千哦，你的小内裤会被人家看到了。所以你去上幼稚园哦，一定不要去荡秋千，不然会被人家看到。我爱走去啊，去上幼稚园啊。啊，我去上幼稚园嘛是看讲足侪人拢伫遐咧海风就咧海来海去咧，诶，感觉我真好耍咧。啊！但是呢，因老母都交代啦，啊，都讲来袂使荡秋千，伊嘛去荡秋千啦。一天嘛唔敢去，两天嘛唔敢去。啊，一个古人哦，即个同班的都来上课几啊天啊吼，大家较熟悉，大家都话：小美，小美，你为什么不荡秋千啊？啊，伊嘛歹势讲，阿边啦。到有一天哦，伊讲想讲安尼好，到都大家拢直直鼓励我，着荡秋千哦。伊突然从遐走去边啊吼，突然把迄个小内裤突然夹起来。因老母啊交代，讲荡秋千哦会被人家看到小内裤的。哦，哎，突然走去边哦，小内裤就夹起来，你知？啊，就来哦，就往那干拼啦。我海秋千人啊，安尼海啊无外悬，伊就紧海紧悬哦。海到尾来讲，伊说海上悬的啦，哦，海上悬，伊就足欢喜啊，我就登起来了，就跟老母讲啦，讲妈，我今天哦荡秋千哦第一名啦，没有人家海的比我高啦。哎，老母讲，哦，不是跟你讲过吗？叫你不要去荡秋千，那、啊、你怎么要荡秋千？妈妈，我的小内裤哦，今天没有被人家看到了。因老母讲，为什么没有被人家看到？你讲我荡秋千以前我就去旁边哦，给他拖起来了啦。这是因啊吼，不懂事的啦。啊，多讲一个啦吼。讲一个得啦。讲一个讲斗鱼丸啦吼，讲我跟你算啦吼。有一对母仔啦，因老母讲，哦，咱普通的厝就是，那厨房哦，灶山伫后壁啦，要洗衫裤嘛，拢去伫上后壁啦。啊，因这个囝都才五六岁尔啦，啊，伊就甲因囝讲讲，小明，你在前面看家，妈妈到后面去洗衣服。啊，若有人来哦，你就赶快叫妈妈。
我叫大人出来，我无囡仔哪会晓，囡仔拢袂晓。哦，爱老母就哪个摕来就去后面咧洗衫啦。啊，有一个贼仔，就行一过就看伊讲啊，客厅内面就是干一个囡仔伫啊，爱就入去啊。看看咧讲，哎、欸，这样真好。伊那个来哦，上下属要坐物件，搁真舒适。伊就讲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小朋友讲，我叫小明嘞。哎、啊，小朋友搁完了也要问伊，讲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叔叔的名字哦，叔叔叫豆李丸。我要跟你算啊。你说为什么你叫豆李丸？对啦，我的名字就是叫豆李丸啦。啊，讲了后，伊就看来看去，讲无电池较好势，电池先冒。啊，得要去冒电池，这个因这个镜头花了。妈妈，妈妈，那个豆李丸哦，要来搬电视了啦。因老母底下讲啊，都豆李丸，我讲啊，你都你小孩子乱讲话。那、啊、要在玩什么？妈妈在洗衣服了。啊，都伊都想讲，伊家咧逗因老母咧耍，对无？伊呢，知影讲，这个叔叔家讲逗你玩是咧家骗的，对无？伊讲那个逗你玩啊，要搬电视的啦。伊讲你说小孩子不要乱讲啦，爱人伊个加速器电视播了出去啊。等下过一摆第二桌嘞。妈妈，那个豆叔叔要进来了啦！哎，那个豆女丸都要进来了啦！你说你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啊！他进来要再拿把我们那个电风扇啊、电器用品啊，通通拿出去了。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妈妈在洗衣服，你让妈妈好好洗。哇，这个豆女丸刚刚加我写那大搬家嘞。电视也好，电风也好，就搬两个出去啊。第三遍过去了，换个较细项的，较细项的电器用品的。伊讲妈妈，那个豆叔叔又有第三次又进来了啦，叫你不要乱讲，你还在讲话。我伊妈妈就快惨了。啊，他这个都正下属啊，老到物件通搬，甲客厅的物件一搬拢摕了了啦。因老母三个洗好出来。小明，啊，你叫你看家什么？没看家什么东西，通通不见了。你说啊，我不是喊你三次吗？说那个豆李丸的叔叔来了，在搬我们家的电视吗？在搬电器用品吗？啊，你就一直讲，不要我乱讲话。你不老不公干哪呢？啊，都那个叔叔都讲他的名字叫豆李丸，不是我小明在豆李丸呢。报告完毕。啊，各位好朋友，咱今仔听咱吴康这些话，咱就退休先，啊个娱乐，啊个祝福。像伊这个年纪，无有法度通讲这些话。伊若无去吸收资料，无法度讲遮尔逼真、遮尔实在，互人听。安尼就是伊有即个年纪，甲我共款，不断都是咧开发新的地位，啊，甲新的话题。伊即个年纪，甲我共款，有即款未来需要的思想。伫咧重视，伫咧家己要求，啊来表达一些话的话，各位，人一般伫咧讲修行，为要安怎？老人处在做修行，频段讲话，修行频段听人讲话。这样哭哭哭，躲在眠床，哭不起，啊，哭无要打出来，甲人盘乱，甲人斗阵，吸收咱
需要的这个话语，就唔当个说，只要想成功，起码想做。阿言情跟咱斗阵来开发新的不一样的这个物件，所以咱有这个年纪，有这个时间，唔通平淡，安怎唔通平淡？不断爱开发咱的话语，不断。啊！开发咱的这个智慧，咱的话呢，若无无去个开发的话，伊会退化；咱的智慧若无去开的话，赶快会退化。咱每一个人的智慧真多，真多，出世八代时甲死去，用无三分之四的智慧，他都过。啊，咱若有像这款的话咧，咧吸收，啊，甲咧说文好听，啊，就吸收智慧一个开，开啊较好啊。大家都什么条件？先低先高，这就是咱肉体甲灵体伫这个人间袂用的平淡，袂用的消息，咱的话咧，啊，甲咱的智慧，讲话的方法，甲要领的话，有像咱是吗？七十岁左右，这个年纪的话，那无法度谈讲站起来，像黄丹安呢，啊，甲咱阿三哥啊，起来讲一席话，使予人听了会欢喜的话，安尼枉费咱上啊这个年纪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咱来回头爬山，吸分多钱以外，吃好饱，同介宝贵这个时间。就这个时段来开发咱的新的话题，啊，甲咱的智慧。啊，我今要请咱吴校长又准备一篇正好的资料，要讲予咱听，请。